你怎么在这儿？不然我该在哪？这是我的房间。那我的房间呢？也是这间。可是只有一张床。酒店只有这一间房了。如果你不想睡这，这就是车里。那你睡床，我睡。 上厕所的时候，谢谢啊。我怕你晚上折腾，吵我睡觉。好吵啊！ 对不起啊，这个沙发有点硬，上来睡吧。 不太好吧？你这样吵我，就根本就睡不着。明天我还要开车，不然你来开吧。我没驾照。那不就得了。 印象也是有够难看的。我上厕所。